我们今天想来咱店里提个馆。馆？对，我们是拍短视频的，走遍全国挑战八大菜系。今天到我们七彩云南，想拿六道菜来挑战一下我们昆明的特色美食。你稍等，我问一下我们厨师长吧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啊，感谢。刚才接上去是。好，看人家这个服务多热情。对对对，邓叔，待会儿咱们 PK 完，咱们一块去吃云南过桥米线吧。鹏哥不在，我们能吃什么都没有信心。那我们该吃也得吃饭呀，那个过桥米线还是很出名的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哦，郑厨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，这是我们的厨师团队，邓厨、万民，我叫铁蛋。我们今天想拿六道菜来咱店里提个馆，做个菜品的 PK。 怎么 PK 法？就是我们双方，然后那个都做六个菜，拿出自己的正本事，咱们还 PK 一下。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那我们去准备点食材，我们待会儿就见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少吃点，少吃点。鹏哥不在，鹏哥不在，其实我也挺难过的。待会儿我把那汤都给他喝掉。这不是不是是，所以都是这儿的，这都没见过这个。哎，你们都真的来了啊！我们有点什么，我们马上欢迎。好的，好的，可以，好。上车。哎呦，鹏哥啥时候有个咱团队换了个腾势D9啊？最近买的，刚把旧的给卖了。那旧的呢？卖给瓜子二手车了呀。没想到开了4-5年在瓜子二手车还能卖到12万，太爽了。瓜子是全国买家竞价模式，车放到平台以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没多久又卖出去了。那这瓜子二手车真是方便啊。那当然了，最近一年汽车掉价特别快，一年就少好几万，想卖车的千万不要犹豫。我家里也有一台。你看咱们都不回去，你赶紧把家里的车放在瓜子二手车出力了吧。行。
的团队呢到来之后呢，我们整个厨房呢就是非常非常的，就是厨房想跟你们在一起呢学习交流一下，所以呢我们整个厨房的骨干团队呢都来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。第一杯我们敬一下这个鹏哥的团队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酒拿起来乱干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。你慌不慌？我本地的，我怕啥？待会儿我们把你们河南老乡照顾好。感谢感谢，热烈欢迎我们鹏哥的团队给一个机会我们西楼进行这样的菜品交流，所以我们一起敬一下鹏哥的这个团队，表示热烈的欢迎，好不好？菜应该留给鹏哥，这个一定是他技术那里，我没有明显的。一般的，我们上桌的时候，就客人要戴一个头盔的。现在有人提心吊胆哦。西楼的菜品基本上就是山珍跟海味结合的一个菜。那我再提一杯，就是试一下我们云南的这个用这个鸡胸跟火腿蒸出来的一道这个菜。那有请我们的美女为我们现场做一道这个菜，好吧？这个是唯一没有毒，完全没有毒可以食用的一个鸡胸菌。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互相学习。最主要是热情，我学这个。有点像那个咱们上次去，哎呦，这里这么多水，那个倒焊机都是用蒸馏，你看蒸的，不用一滴水，不用一滴油。这种乳酸菌的呈现方式是太值得我们云南本地的厨师学习，包括我在内一样。还是那句话，干饭也不能干出色，不能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个劲儿的上做，也要学会用嘴巴去说，因为你要把你的认知、你的知识告诉你身边的人。就像刚才那个鱼，就是我也是听说，是祖传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反正我们来了，然后就是我们呢。也学习了很多，这是。北方的地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爱大长城，它有三件事。今天让我们也都辛苦了，我给你咱们千言万语全部都在酒里了，咱们然后干了这杯酒以后，然后也是朋友，也是兄弟，也是家人，还要加一点油脂重的猪油，注意一下啊，猪油猪油更香，这个能激发出它本身的肉感受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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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肉感受。老板太好了，跟这个鹏哥的团队碰撞在一起的话呢，我们确确实实真的是让我们整个西楼的增长了一些见识，开拓了一些眼界，我们一起感谢一下我们的团队，好吧？邓总，好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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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兄弟，好好好。好，我们云南自己的一点茶。不敢了，不敢。我一说交换美好，这来的是这个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个我们真不说，心意领了，心意领了。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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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不用。感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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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。好，慢走，好，慢走，好，慢点，好。